起走过比生活更长的路，从离开襁褓到回家的路，我见过时间开的花铺满这条路，只等一个方向迈出下一步。我将它上和过去相反的路，和过去一样是一条出发的路。我知道未来有变化曲折的弧度，以为的旅途其实人在归途。就让风吹动我去，用力拥抱你，贴近你，想二十年着你说。就让梦唤醒我去，试着寻找你，找自己，让未来更有勇气。来了来了 ，Yes， 我。哦，打扮得很漂亮。哎，走走。你咋没换衣服嘞？我这不是换了吗？哎呀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你换一件吗？换一件吗？我这个挺好的。哎呀，我记得你有一件黑领的那个外套，然后配一条裙子。哎呀，那拍出来肯定好看。不用不用，这太麻烦了，这挺好的我。你们要去拍艺术照？啊，是，我跟你们一起去呗，反正我也懂点摄影基础。你不用去，你呀、啊、就是好好学习，别乱跑啊。好嘛，那我去图书馆了。嗯，拜拜。拜拜，小姨。太好看点了。哎呀，就换一下嘛，换一下嘛。哎呦，不用那么麻烦，太折腾了。气质，就换了嘛。对嘛。嗯，拍出来好看啊。好，回回回回回。这，陛下，这行吗？你看，好看，好看，真的好看。走吧，快快快快快。苏苏，你不是在红沙窝吗？哦。我妈说你不会做饭。哎，嫂子。啥东西啊你这是？喂，宝贝。哎呦，快起来嘛！啊，你妈妈已经买菜去了，快起来！你姑姑跟你舅妈带你侄儿侄女来耍了。你是啥子意思？你是啥东西？马上小年了，过一会儿去干大集啊！对对对。一会儿记得买蒜苔，过年必须吃蒜苔。要得。哎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香，好香哎！你行不行？把你包在饺子里头。你不会包饺子。年味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想，是从一堆不熟悉的人闯进家里开始。去哪儿啊？你慢点走。这家是一个新进的网红店，他们有独家的剧本，并且说是镇店之宝。几个小时？八个小时。还是你不至于啊你啊，公费玩耍多好的差事。要是让我妈知道我每天玩剧本杀玩到脸色发青，她就算在手术台上也要把我骂得脑壳发病。想不到你还是个 rapper。说真的，你妈妈现在病怎么样？恢复得好不好？你每天一个人照顾一病人，你自己累不累？
摸纹喽。老板关心下员工，这不挺正常？你先别说话，再加一点口红，这样呢，你看画上一个妆，是不是气色就会好？我觉得有点太红了。哎呀，不红，别擦，别擦。我去，好看，现在好看啊！不许擦。我有点不太习惯。我调一下。不红，好看着呢。哇，哎，这一件好漂亮。哎，你看，哎，哎哎，干嘛去呢？这不是九人本吗？咱俩咋玩啊？我要想办法。我看看啊，找一下我小姨，把她这些牌搭子们都叫出来。董嘉熙，妈，小姨，不，你们来这儿干嘛呀？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。妈，其实我有事儿没跟你说。什么情况？你交男朋友啦？这不是好事儿吗？你要让你妈早知道了，她得多开心呀！有什么好瞒的？嗯，对呀，我就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，妈。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谈恋爱了，这是我男朋友。妈，什么妈呀，叫阿姨。阿姨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嗯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阿姨，我叫尹乐。尹乐，小尹。哎，小尹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啊，我是那个去聚乐路小学教思想品德。啊，真的？哎呀。你让人家自己说嘛。阿姨，她说的都对。好了妈，我们要去图书馆看书了啊。别啊。那个阿姨我们走了。好啊。小姨。哎，对。你快点快点快点。回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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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，拜拜拜拜。好好看书啊。放心吧妈，她老师跟你。走了走了。小伙子蛮精神的哦。懂礼貌。有教养，跟我还是同行。对，工作稳定，还有寒暑假。哎，对，他刚才说他在什么学校来着？说是聚乐路小学。聚乐路小学，我怎么好像没有听说呢？会不会是在天府新区啊？哦，天府新区好，以后买婚房不限购。哎呀，丁老师，你连这个都笑了，我真的是，这孩子居然不告诉我。咋啦？啊，没事。哎呀，快点吧，摄影师还等着呢。好，拍。嗯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说这辈子都不可能吗？现在也不可能。你一定要帮我保密啊！如果下次再看到他了，你就说我们每天都在图书馆里复习 CPA。CPA， 啥意思啊？注册会计师考试。你不是学系文的吗？你怎么考会计啊？我本科学的会计啊。厉害啊！我店里的财务都是我自己做的，我太知道这东西多难了。嗯。所以我都想雇个人来帮我忙。那就你帮我配合我妈演戏，我给你做会计呗。你不帮我做会计，我也可以配合你演戏。啊。就到过年，过完年就跟我妈说咱俩分手。凭什么？你说在一起就在一起，你说分手就分手。我不。你演上瘾了。今年过年上谁家？我回我家，你回你家。你去我家，我去你家。我回我家。我跟你说，阿姨刚才看我那个眼神，你没看到，特满意。今年肯定会邀请我过年的。不可能。三二哎，表情稍微控制一下、oh. 啊，稍微控制一下，稍微控制一下。来，准备三二，
表情还是要稍微注意到的哈，收一点，收一点，收一点。收一点。我今天太高兴了，那个，哎，你说到年底是不是该给他们筹备婚礼了？哎呦，我觉得他俩太般配了，把我那个玉镯子留给西西做嫁妆怎么样？哎呀，那先把这正事办完。对对对，您坐下。这个，你拍的是遗照啊？我们是背着的，对对，好，太小姨，待会儿你也来一组啊。我过些天才说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你拍点艺术照，咱俩姐妹待会儿来一组，咱们多年都没拍艺术照了。那个要的要的。三二一，这就对了。你和叔叔今年怎么过年啊？我们跟平时一样，没什么仪式感。哎，那不行，等着。哎，礼尚往来，拿着，这样。谢谢啊。不谢。那我走了。嗯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走了啊！都做好了。先吃点菜，然后再盛饭。少爷，姐，这一次赶味啊，粉笔奏得太急，大家都辛苦了，也感谢你们都来送他。我的宝宝又在我肚子里面经历生死了。娃多大了？儿子流走了。做母亲真好。祖刚走之前啊，他说想看一眼春天，所以他才坚持了那么长的时间。今天过小年了，就快立春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他走的那天啊，雨下个不停，这好容易到了下午，终于天晴了，还出了点太阳。朱刚高兴的像个小娃儿一样，他说他好久都没有看到春天了，春天真美。阿姨，朱刚是我们同学里面最乐观的。我晓得朱刚不希望我们天天抹着眼泪过日子，他希望我们呀开开心心的啊。
你放心，你也要好好的啊，开开心心的，可不准生病。反正啊，早早晚晚是要见面的。什么儿子？我听刚子说，跟你们在一块跳舞挺好玩的，他可高兴了。我就是没见过。妈，我那个手机里有咱们那个。啊，是吗？对，给您看。看看。他跳的真好。可以啊。他有点好我，从小就协调。到这个时候就觉得人真是渺小。以前爷爷奶奶没的时候，来这儿还觉得跟自己挺远的，老了才能来这儿。现在看来也不一定了。没见你模样，那是我。你知道刚才我在想什么吗？我在想朱刚这辈子太牛了。你说老天对他公平？一点儿都不公平，但他全都照单全收了，永远那么乐观，所以跟他一比啊，我没什么好抱怨的，活好当下吧。活好当下肯定是对的呀，但也不能光想当下。咱们这三十多岁了都，光想当下不想以后也不行啊。那你觉得三十多岁了？应该想到哪一天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就觉得光想今天明天心里有点慌。那你就算是想到下个月、下一年，或者说下个十年，你觉得有用吗？先父亲睡觉。在外面的人而言，就是用来想家的吧。哎，好好好好。哎，小吴。哎，主任。巡查的情况怎么样啊？都挺好的，没什么问题。今天早点下班，回去吃年夜饭。哎，好嘞，主任。哎。我说。你来评一下，你来评一下，你等着，你给我们评一下，你哈。啊。是这样的哈。哎呀，我们在一起打麻将呢，等于是说好了的，每天在轮流打扫卫生。
对不对嘛？王大爷收我点钱，他就为此也不打字，还在里头抽烟的，来我们评一下。哎，主任，你说嘛？每次打牌呀，我都给了牌桌子钱的噻，是不是嘛？哪有让我在打扫那个卫生的道理啊？他们非要找我要钱，非要好牌卖一块钱。王大爷，大爷，王大爷，要不咱们回头再说吧？我要回去啥子？哎，等一下，不要说了。哎，不对呀，这个麻将馆不是已经关门了的吧？关了，我们都在屋。麻将馆关了，麻将馆就关了。走大的，门窗那些都是封得好。我们是那个是，小吴教育了我们都很注意那个事情。不，走，你们忙。我们不走大的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？说话呀。那个主任，啊，刚开始几天。确实关了啊，后来大爷大妈闲不住，我就跟他们商量，能不能不扰民的时间段打一下。胡闹，这你自己处理不了这个事情，你回来跟我们商量一下呀，大家一起处理吗？怎么能自己去做决定呢？还跟他们去谈条件？你这个就不是工作能力的问题啊，这是个态度问题。检查啊，你给我做出深刻的检查。咋个了？行了，丁老师，差不多了。什么差不多？年年有余，鱼还没买。咱家不年年都涮火锅吗？而且你心情也不舒服，就别买那么多了。你不是爱吃鱼吗？我这从小到大爱吃的菜，你都买齐了。我小学说过一次的炸藕盒，你都买了。买这么多，真吃不了。咱俩这鱼还是要吃的。你这薯片就别拿了，这零食啊！我这个看电视的时候，老板，哎，这个鲈鱼怎么卖啊？二十一块八。哦，来，给我挑一个。哎呦呦呦，这鱼这太大了啊！那都成精了吧？今天都大年三十了，鲈鱼啊只剩了那么几条了，那条还是比较小的，要不要嘛？如果嫌大的话，买鲫鱼嘛。哎呀，谁家里过年的时候吃鲫鱼了？还是要鲈鱼的。那选一下吧。哎，老板。妈，嗯，咱俩真吃不了这么多，而且你也别太累了。哎呀，我现在不累，那以后躺着累才好啊！又说这种话，呸，赶紧。放心吧，累不着。再说弄这几个菜，你老娘还是搞得定的。不是还有小云，我再叫上董德奇来帮忙。哎，你也叫上小允啊，他喜欢吃什么菜，我去准备一下。那我哪吃的？哎呀，他啥都吃，你做啥他都行。咱们家过年好久没这么热闹了。你不是爱吃藕带吗？一会儿我买去。但是我上次在小姨家那么一说，人家做了我肯定说好吃啊。这你都记得？哎呀，哪个当妈的不记得女儿说过的话了？哎，老板。哎。哎，那就把这条给我吧。哎，这个鱼啊，刚好够四五个人吃。你要再选会儿的话，吃更大的了。当心哦，哎，不要切啊！过年的鱼肯定不能切噻，你懂的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在这儿看着啊，我去买，我带去。哎，不要了。哎，你真是你屋头宝贝哦，看你妈对你好好哟。是，我妈对我可好了。小吴，主任叫你接待室。他叫我啥事儿？他没说。哦，行。哎，不，这是东北的木耳，老好吃了这个。哎呦，小吴，过来。哎，那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没事。不，这公共场合不也得忍？不，溜达劲儿，别溜达了，快溜达了，说话。没事，我们孩子不懂事。不能收啊！我们孩子不懂事，您别计较啊。不，小吴是个好同事，我们一定会好好培养的。你快让你爸爸妈妈休息去吧。哎，谢谢。那拜托您了。哎，好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快去。哎，快去休息。哎，好，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就不懂事。妈，他这办公室，咱们不能见领导，是能一样吗？又不是邻居。哎，
小吴，哎，这个，这我同事，这我爸、我妈还有我弟。哦，叔叔阿姨好，弟弟好，哎，快，你同事啊，来呀，你看人家那个美人长得好乖哟。阿姨，来来来，阿姨请，阿姨请。哎，有好吃的，来来来，小心阿姨，来来来来，阿姨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哈尔滨红茶，真好吃。好，尝尝，有有有，够了够了，阿姨，谢谢谢谢。这个是小吴父母带的红茶，尝一下。哎，好，来小吴，小吴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不好意思，哎，没事没事，麻将馆的事儿呢，我也具体调查研究了一下，啊，你出发点还是好的，想两全其美，但是呢，这个做法确实有点欠妥。是是是，咱们只有治标治本，才能长久的为人民群众服务。对，以后遇到这种事儿啊，咱们多商量再做决定。好啊，好不好？一定一定。嗯嗯，味儿不错啊。谢谢。好，没问题，爸爸爸爸。哎，好好，过去过去。谢谢主任，嗯，谢谢主任。女娃，嗯，你赶紧回去上班吧，别一会儿又耽误工作啊。不能，不能，我工作老认真老好了。现在刚才看领导还批评你呢。妈呀，这就批评那一回，让你赶上了吗？这不，你俩这点儿赶的，我给我们主任都吓着了。拿着，哎呀，拿吧，那个，哎，不懂事。明白啊？哎，我怎么觉得瘦了呢？啊？哎呦，我还能瘦？我天天吃八碗吧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说吧。这儿的东西没咱那好吃。哎，你乱说啥子哦？成都没得好吃的，简直是笑话。那咋瘦了呢？姑娘，是不是太累了呀？累？我累什么呀？那我真觉得你瘦了呢。你这个老长时间没看着我，把我想瘦了吧？姐，我们这儿没给你添麻烦吧？啊，对呀，没给你添麻烦吧？没有，添什么麻烦呀？领导那边没事是吧？那领导那红肠不都吃了吗？你们大包小裹还给人拿鸡。那行那行，没事我没事啊。明妹儿啊，你就别让妈操心就行了哈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上班了，上班。哎呦，又来了。没气儿啊。行了行了，你赶紧走吧啊。那你们先回去吧。哎，做好吃的等你啊。哎。你看嘛，一会儿就闹热了。甘蔗买回来了。哦，买回来了，放门口就行。啊哎，这个要拿红锁锁绑起哈。您啥时候让我买锁了？哎呀，什么锁不锁的？姨夫说的那个锁锁，那哎，红绳绳，红绳子给它捆上，铺个彩头，系上。哎，就在那个鞋柜抽屉里面。这个。啊。回来了，喂。你有没有看到我有什么不一样之处？您好看不？您哪位？您怎么这么教育你啊？妈，管管他爸，怎么老这样？太夸张了，好看好看。哎，尝一下尝一下，美丽吗？好看不？哎呦，那么红哦，就像喝醉酒一样。难看死了！不是我姐说她研制的新年装吗？好看吗，大姨？哎呀，让开让开！你是不是骗我？我没有，你我妈从来不说我不好看。哎，你们两个摆桌子。哎哎哎，好呀好呀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不耽误你回家过年吧？阿姨亲自邀请，我能不来啊？再说我家吃的迟，吃完这顿也来得及。行了行了，怎么样？做事做全套啊？怎么样？试试，不错。头发怎么回事？跟二溜子似的，搞得我有点不太好意思。哎，你这礼物多少钱啊？我转给你呗。我就算是个普通朋友，我登门来拜访，我带点礼物不过分吧？好吧，那谢谢你啊，普通朋友。嗯，待会儿别说错话啊，不然弄死。你最努力。嗯，你天天被扛，随便。什么随便传了？我能打篮球吗？对啊，你不对我好点。CP， 哎，不是要吃火锅吗？十三是要吃火锅嘛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地方生意好得很，平常来根本吃不到。那个是个公园哦。啥子公园？火锅店。就是吃火锅。我跟你说，今天这顿火锅，我们半年以前就订好位置了。带你来，哎，开下眼界，养宽哈。哎呦，真的吓到我了。吓到你了？火锅店搞成那个样子哎。啊。哎，你看这菜好新鲜嘛。哎，可以吧？好。香得很。走走走。妹儿哦。哎呀，妹妹。走。哎，再见。
来了。好，坐。谢谢。好。李姐有点好看呀，你的小帽子。坐。小帽儿多美呀！哎呦，好香啊！哎，丹丹，你说两句来。哎呀，家里很少这么热闹啊！欢迎小姨、小姨父，还有菲菲来到家里啊！这一年呢，经历了很多的事情，有好的，有坏的，但是都过去了。新的一年呢，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好。然后我最开心的也是我要当妈妈了。哎，还有我最高兴的就是我马上就要当外公了。那我还不是马上当外婆了？那得干一杯了。越来越好了。哎呀，哎，吃菜啊！吃。看我手艺怎么样？好吃。大姨的手艺，可以。简直是巴适，好吃。来，我提一杯啊。首先呢，我祝咱们这个大家庭所有的人都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。不管我们相隔万水千山，让我们的生活呀都过得巴适的很。第二啊，太幽默，这口音。祝我的大闺女啊，你呀从小就喜欢成都。爸爸希望你在你喜欢的城市里开开心心，工作顺利，生活顺心。放心吧，爸，我贼好。看看于妹儿，妈就知道你跟妈年轻的时候一样，就喜欢在外面闯。哎呀，我要早晓得她那么喜欢成都，我才不得嫁到东北去了。还能有我了吗？怎么的？后悔了呀？啊，特别后悔。来不及了。来，喝酒。哎，才七喽。小叶，陪叔叔喝一杯噻。叔叔，你这酒看着挺补的啊。哦，这里面都是好东西啊。这酒有多少度啊？有三。人家是乖娃娃，不喝的，我喝。哎，我陪叔叔喝一杯，没事。来，叔叔。哦。再见，叔，谢谢你啊！哎呀！哎呀，快吃点菜！盐和酒都要烧棚。对，我平时其实也不太喝酒。小燕啊，那平时抽烟吗？哎呦，我平时不抽烟了，抽烟都是不良嗜好，对吧？其实都是个人的喜好嘛，就是个人的爱好都不同。是吧，叔叔？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就是嘛，就是嘛。小燕啊，那你平时还有一些什么爱好呀？平时没啥别的爱好，我就喜欢看书。哦，哎呀，爱看书好，爱看书好。对。我们家人也都爱看书。哎呀，看来还是一路人哈。来，看书，尝尝你小姨做的这个腊肠。这是他拿手菜，小姨自己灌的呀。我这看着就好吃啊。尝尝。嗯，这味道真好吃啊，小爷。多吃一点吧。来，对。哦，还有叔叔做的口水鸡。好。哎，你俩是在哪里认识的呀？啊，图书馆。是在哪认识的？日本。我忘了。哦，你俩连在哪儿认识自己都记不清楚了哈。是这样的啊，剧本杀和图书馆呢，它是在同一条街上，所以我们是在那个街上认识的。对，我们那天刚出图书馆，然后之后在剧本杀门口碰见了。哦，俩人都喜欢看书，是，有共同的爱好。嗯，对。好。这不错，来，对，吃点，他不会宰我。陪，哎，咋子？耍朋友没有啊？哎，没有。你是不想耍嘞，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？要求有点高啊。哎，对。哎，北京的房子有点贵啊。哪个在说房子的事情嘛？说结婚。你咋又说房子了？那壶不开提那壶。哎呀，陪。你这次回来就不得走了啊？哎，我听你妈妈说，你这次回来是要当老板的。啊，不是，我就是回来支持的。是不是搞科研的哦？哎，搞科研的啊？是。哦，这又了不得哟！哎，你们听说过那个马斯克没有？说可以把人类啊移民到火星上去哦。哟，火星上去？不得了！
我们家佩佩是做保险，保险经纪。嗯，对对对对，保险的啊。是我们佩佩就是给需要的人介绍合适的产品，是雪中送炭的。没说没说。啊，就是嘛。反正啊，我是不得好相信这些东西。我也没买过保险。你们相不相信我不强求。哦。但是我们家佩佩做的事情是有意义、有价值的。你吃嘛，老汉。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买保险。哦。它是能帮助人。哎，这里头有很多专业的东西。法律的，这个医学的，这个还有啥子？都是那个日常生活的。哦，那是可以嘛？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不是一般的人能卖这个保险的噻？是嘛？保险的，这个工作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下来的。我有这个工作干起来有点难。但是我佩佩很努力，你好了，你素质还是多好的。可以可以。卖什么菜了？来来来，吃点来。新年大吉！那熊猫哥，祝不祝你新年快乐啊？哎呀，好嘛！明天咱们出发。你能不能不要瞎下定义？对对对，小孩蛮弱的，那太有点啥。嗯，大人说话，小孩别插嘴，吃你的饭啊！来来来，吃吃吃吃，快点的，住没住？住了，住了，那不就有情况吗？那能咋的？那过年，那我还给王主任住了呢。那你肯定给王主任住，那你关键是你俩这关系，你是吴主任呢，那我俩也就是这就是找理由要跟你聊天儿。完了完了，过年祝我新年快乐咋了？没有人给你住啊，我怎么不信？没有人给我发，那我看看，不可能，没有人给我发信，我看看来，你英语这是看我手机看？天，你这八卦呀！闺女啊，哎，你就好好待着，家里都挺好的，不用左想右想啊。放心，老板。哎，肥娃儿。你家头那个养鸡场怎么样喽？一点问题没有，大姨夫。那养鸡场现在我跟你说弄得杠杠的。是啊。前两天我刚给咱家招俩人嘛，那干活是不是立正？可以呀、啊。从哪儿招的呀？你还能招到人呢？我大学同学，哥们儿专门干养殖的。就前两天你那小黑拉肚子，我们仨都给治了。呀。就现在，咱家那些鸡哪个生病了，哪个没吃饱？一眼就看出来，吹吧，我咋那么不信呢？哎，云妹，你可别不信，你看看看看，先进养殖户，咱家有饭的，可以呀，整成先进了，这是大前提啊。云妹啊，你看见没有啊？家里一切都好，你呀，尽管去放飞，行，对，使劲飞，你就往高了飞。累了，随时回来。我们在家里的机场等你降落。哎呀，还这破心眼儿让你用它，接不住它。来来来，再喝一个。来来来，越来越好。来来来。话说回来啊，你就飞你的，我们还是不希望你因为我们回来。家里的根本不用担心，我有老弟照顾。你好吧。现在真把自己当大人了？什么叫把自己当大人？那本来就是嘛。行，那我就放心了啊。静，姐姐，来吧，静姑爷，静大人，然后就可以开喝了。对，来来来，谢谢啊，小野，吃这个蜜橘，这个可甜了。哎呦，可乐，不能吃的。妈，你让人早点回去吧，家里还等着他吃年夜饭呢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家里晚饭都吃得晚。那小颖说了不着急嘛。对呀。哎，小颖，你说你来就来，那么客气，买这么多礼物干什么？哎，我都给忘了。来，叔叔你看，这是我给你买的游戏机。哦。啊。游戏。游戏。这里面它是可以两个人玩的，它有那个拳击、赛车，还有那个分手厨房。分手厨房，我们早分手了。哎哎，过年的不做这个了，小颖。你教教我们吧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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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讲了讲了，哎呦，你讲，你讲了，是啊，他故意输的，小姨是有天赋的，你小姨是有天赋的，我故意输的，我没有，你故意输的。
绝对没有，绝对没有，看出来没有？啊，是了是了，来，进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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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多欢喜你们，你可以啊。小姨是真的很厉害，我吓死了，他们那里大尖叫都疯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嗯，给你个道歉。什么？打赏？你这个嘴哦，好牙尖哦。现在不许看，回去再看。你上去吧，外面。好，来吧。谢谢你啊，回去吧，快快快！不许看，等待再看。我真的上次再看。一份十全十美的小祝福。好的。你摆龙门阵做。佩佩，哎，这杯酒是我跟你妈妈的道歉酒。我啥子歉啊？我和你妈妈一直不懂你的理想，对你的工作有偏见，是我们的不对，希望你能原谅爸爸妈妈。我原谅啥子？现在都跟我说了，你帮助刚做的事情，你也帮你的同学讨了公道。妈老汉儿为你非常的骄傲。原谅我妈妈。那你接不接受爸爸妈妈的道歉？接受，接受。好好好。搞啥子套路啊！真的是。哎，手手快，真的是。那个，我再问你件事啊。你问。就是夕阳和雷锋他们两个小伙子，你会选哪个呢？给我说一下吧。我不告诉你。哎呀，我就喊你不要问嘛。哎呀，你这次嘛。幺儿，嗯，没有生气吗？没有。我跟你说，要是我的话，我就选信仰。你看信仰那个小伙子，看他多阳光，多呲牙的。哎呦，你看那刘峰哦，好不容易到我屋头来一趟，空起手就来了，一点眼色都不得。哎呦，哎，有点财迷了，你反省一下啊。我反省财神，我说的都是事实。你吃嘛？好嘛，好嘛。吃吃吃，来来来，快吃快吃快吃，好不好哈？你们啊，吃好喝好哈。我准备把你吓到里头。这挺有意思。我泡在这个饺子里，不会包成这么挤的饺子。小嘴怎么演？我就是这样。哦，难整。哦，你看，我感觉你能演。这是东北水饺。你这一惊一乍的一天，我有戏剧表现力呀。我多正经啊，我的年嫂吧。你这个感情多丰富，多丰富！哎呀，佩姐发微信啊。你给你大姨弄那个汤圆儿，南方过年吃。哎呀妈呀，这也不发红包啥的，光住啊，干住。我暗示他一下怎么样？去过去溜达了半
强，说来过爱谁，抵了我天地啊，翻过去，我翻过去了，好久不见。